曹将军怒训年幼，我知用兵这边如何是好？铁子有他，这则是人在他眼下，怎敢不低头？当年在墨城害死二千岁之死，就是此人的计谋。哈先生，孤有意将银盘移在茂林深处，待等眼下一个再与那次鏖战东吴休矣。啊，公既要一营，就该报与丞相知道。故用兵劳役，许许小事，何必去问丞相？啊，主公，有道是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呐。好，就命亲家将三十银盘化一土奔送与丞相观看，倘有不妥之处，速来回报。去吧。遵命。官请张宝儿臣来，退步迎去者。Thank you.
冒领深斥，本帅略施了计，传教他全军覆没，韩当周泰天大令。与你二人待殿宵有话，顺风缓和，不得妖物。大令。不得妖，众将官有，随本帅追杀刘备去斩。好，thank you.
Thank you.
来。前面乃是白帝城，吩咐兵车白帝城带马，带马，带马。臣
罢了。望我弟兄见谅，不知为了何事？只供兵败国的臣命山人带领二位殿下前去探望，就此天喽、哦。